全球首只芭比娃娃稀有程度大破表。1959年第一只芭比 Number One 拍卖价格将近40,000块美金以上，破百万，120万也 OK 啦，很合理。这一双鞋子大概是左右，很合理。天哪，到底高跟鞋会有多贵呢？